别有几个都是较特别，这个叫亚罗萨令，这个叫特拉维夫，那个基本上讲伊是首都的啦。那这个城市上趣味着，咱一般人讲投票，讲世界的迄巴黎啦，什么纽约啦，大家投票要去倒位啊？你若要选择，伊常常拢排名排在第一。所以讲一句话讲，上帝创造世界时，创造各所在。啊！甲一个十项上个水的物件的时阵，有九项拢互耶路撒冷，剩的一项才互世界剩的都市结婚。安尼你就知影，所以种无报名去以色列人后摆就知影要紧报名吼，这真特别。那么这个到这个国家诶，这个城市即马上新的这吼，这个伊迄当下拄伫地中海边啊，所以有足水的海滩。即来用旅游，今仔日要讲这是较旅游来讲的吼。你想看卖，毕卡索的迄个画图，伊的图啥物，每一张拢足贵。咱若真正要买一张拢啊，买袂起，干来呢，罔看呢，翕相罔看。结果你若住伫迄个所在时，每一工的夕阳，逐个夕阳拢一直咧变化，哪亲像你一直看到毕卡索的画图同款，所以真特别哦。所以伊拢有入选国家地理杂志啊，富士的这个富比士杂志真水的一个一款迄个排名吼。那么伊嘛会用有一个约旦河较出名，即、這个啥物叫约旦河？就是一个河水位泉水出来时呐，急速下降，所以叫约旦河 （Jordan）， 真强安尼壮安尼叫做 Jordan。所以用个小古卵石同款用个泛舟吼，即、這个世界国家咧用泛舟，遐嘛有真侪人诶，伊个鸟食拢位遐咧飞来，所以呐爱看鸟诶人嘛，大家走去迄个所在。佫有一个伊全世界上特别的一个死海都伫这两个国家，以色列佮约旦吼，所以呾用个伫遐，用个去到今仔为止无佮一个人停落去啦吼。听讲若去到遐拢会浮起来。那么佫有真侪人对个所在虽然是旷野，但是即个车有真侪迄款会用个坐吉普啊车互人去。即嘛真侪人到处去全世界走了了，走到毋知要去倒算，啊，就开始有一寡发展出来叫做啥？游牧民族，贝都因，像贝都因呢，伊就讲啊，你来阮即款所在带帐篷，啊，你着拢五粒星、几粒星饭店带无一样，你规个来带帐篷，啊，毋是呢，看安怎有蠓仔甲你咬无嘛，啊，有啥物无聊，有啥物蛇在咧踅只，带迄款，然后食饭食因许一个，阮咱个炒菜饼，并过来安尼创个米粉糊啊，糊糊咧做一个饼互你食，叫做。当然拢无劣胜啊，那个烧鸡啦吼，啊，买些红海畅水味，从那最一个真水国家，对上北边会个滑雪，马上同一天哦，几点钟久了，你就咱来到西海穿秋水裤秋水。冬天不管你是正月、二月、十二月，拢会使去西海深水，哦，就特别，因为位水平上伊跳下是低于海平面400公尺，哦，啊，所以你若位亚罗山岭是。八百，走到遐，买那是四百，都1200公尺，同一天内底温度差差不多7-8度，连差7-8度吼，啊，这是较特别吼。来，啊来，咱来看看这个国家，有滴食物种种有真特殊啊，伊会食有一个讲爱洁净啊，科学，我感觉这嘛真特别吼。诶，迄边来讲科学。啊，咱台语讲足可惜，就讲伊咧讲拢爱节庆节庆嘛，即样袂使食，迄样袂使食，所以也袂使食虾啊，袂使食泡椒、软丝啊，拢袂使食，足足可惜。啊，裤带平啦吼，啊，伊个衫有咧滴个薄啊，啊，就是衫易碎是。啊，过一个拄啊，你看下，等下佫看下着咯。祈祷时阵，甲绑伫手，啊，为倒手一直绑绑啊，我心中遮，就是叫心灵祈祷，你爱甲上帝话，放伫头壳顶。伊伫伫咧手，伊心肝内，啊！伫咧厝诶门口、靠城门口，伊爬起你倒落拢会记，就是咧讲这啦吼。那么内底较特别就是有安息日，到今仔个安息日，所以你若去饭店时，若拄着安息日，就拜五下晡到拜六下晡吼，拜五下晡一头落山，到拜六下晡一头落山。诶，一工内底呢，你去坐着电梯，绝对有一只电梯叫做安息日电梯，迄个意思讲你拢免饲。伊就逐站主动停、主动行、主动停所以坐了安息日电梯，你就紧跳下去，走去坐别只。那么啊，因这有迄个摩西五经的迄个吼，啊，这内底较特别的是，这个有两项，一个是成人礼，一个是迎周边。伊的成人礼就用查甫、查某吼，拢伫12岁、13岁时爱去互耶比哭泣、
可是你的鬼无私无间，啊，若鬼神，你就当变作假做接受成人礼。迄、那个成人礼甲咱想象无共，就是伊毋是我会使去投票，毋是，就是家长希望讲你的想法爱较诚实，莫阁吵囡仔，会定来会多会烦吼，会火向火势，所以就是讲你要有较诚实的迄个思考。那么做兵，那么真特别，每一个人查甫查某拢爱做兵。男婆做三年，查某做两年，拢十几岁，做了以后较成熟，你再去读大学。哦，所以高中毕业就拢差不多拢去做做了。但是有一条，以色列这个国家最特别，伊无宪法咯。哦，伊讲如何无宪法，拢照规定安尼来。所以，伊这个十几岁做兵，查某，干查某有一个规定，讲你若是要去结婚，像咱今仔都有人结婚咯，你就去。甲政府讲我要结婚，安尼我就使免做兵，啊免报，你就会使免做兵。但即个七十年啊，到今仔是七十年啊吼，无甲一个人去申请。现在咱台湾，所有人讲，好，啊有真侪真趣味的吼，会当吼看泛舟啦、滑雪啦吼，被遮拢有。那么这内底有当然有真侪人爱知影，就讲即款啥物叫起步值啦吼，还是一个野灌溉选手啥。今日咱今日日子所在，时间关，咱就无要阁讲吼。但是我要甲即个 PowerPoint 会留伫咱内底，恁若有时间，咱阁慢慢仔看。特别有真侪这图会当看，哦，参照讲即个后面啦吼。即台底有一寡甲分类，有法照地形。即国家的地形真特别啊，北边啦、啊，悬山啊，北高山、南旷野，左边有沿海平原，啊，够一个叫做斯菲拉啊，即种介特别的一寡物件。那么就是讲，要甲遮物安尼留的啊，互咱，因为咱够是一点仔时间是较要紧的哦。啊，即卖啊，各位要出门啊，有啥物爱注意？所以即卖开始要来讲即、這个行前说明会，啊，即个无要去的人，恁甭听啦吼。后摆恁就知影讲，安尼去较趣味，就紧报名吼，好无？所以咱即摆即个图片哦，像种种拢来啊。当然，即个底有一张较特别的，是即张我唔知伊变哪放大吼，哇，即看到，即个曾医师吼，即个人伊去的人会嫌吼。所以我有甲因讲，阮等下爱搁特别甲遮个要去人讲，你要去，你应该早会记恁早烟火教会进步吼，啊是圣雅会会记啊翕相，啊是早自由时报吼去翕相吼，啊无你去啊你无通安尼就足怕生吼。好来，啊即个即个物件咱会留咧吼，留咧即个所在咱看吼，包括讲即、這个每一个都市啊一寡物件互咱看，所以即卖会使请甲电器甲。好开吼，啊！即摆接着，我来，即摆要换开始进行行前说明会。有要参加迄个以色列人拢先头一项，有提着一卡袋啊无？咱来先来做一项迄个动作，就讲到底即内底吼，你提着啥物物件去顺就搞啊无搞吼？来头一个，咱个袋啊内底呢有一个行李绑带，大家看到行李绑带。颜色真水哈，真鲜艳。一个人有一条的行李绑带。第二，你的迄个袋啊哈，枣红色的袋啊内底，迄个绑迄个挂两个牌啊，我行李牌。每一个人有两个哈，阿妈都有四个的迄款行李绑带，有啊，迄个行李迄个牌啊，行李牌啊有哈。因为咱去到迄个所在时，所有行李你拢爱挂这个行李绑带，一人有一卡大卡，一卡细卡，所以咱送咱两袋迄个牌仔伫遮吼。好，再来看袋仔内底，佫有三个纸的物件，头一个有即个两张纸有无？有哈，提出等下要用这来讲。第二，每一个人有一本迄、那个诗歌本有无？印刷的诗歌本。第三，有一本彩色真水的图有无？手册顶下有你的名，有啊无？啊，就印一个，我有哈，有你的名对无？后来，佮最后有讲加送一本册，就是讲从一个家庭送一本。啊，即古早去的人无吼，你讲哎，咱这边有，而且因为这边有人奉献哈，叫做朝圣之路哈。啊，伊是一个阿妈或家庭吼送一本，啊，你也家己一人就送一本。哇，即几样册物件有哈。
最后一个人搁提起来，内底一个人拢有一个塑胶袋仔有无？迄塑胶袋仔内底有先一张细细名单，大你的名字的，这个真要紧哦吼，就是讲照你啊，你时间爱过海运吼，啊，迄内底你先看，这内底有五项物件，有一只要接收器，就是底下咧讲的时阵，恁会用个听，所以迄只接收器顶啊有一个另外一个底下底的洗清器的一款那个吊带。哦，要互你放伫哪里？挂起来，挂伫即个所在当听。然后佫一个耳机线，但即耳机线现在甲你介绍建议，就讲你若厝个有囡仔有咧用 MP3， 你用家己个较好，接收会较好听，啊，会当有迄个声音声吼，啊，即是较简单。因为即摆即做即款耳机线的工厂，真侪拢走去翕片片嘛，所以品质也无稳定，真紧就害你，所以你若会当着用家己个较好啊。过来内底佫有两项物件，一个叫做冒烟灯。就是讲要互你穿咧薄仔的时阵有电火，因为你这边去有两摆爱用，一摆要行西溪加水道、溪溪加水道，伫亚罗山咧，过一摆你要去爬西奈山，两摆拢暗迷摸，所以你都要有这个物件吼。啊，这拢是照你的吼。最后一个细细粒摆一个插头，转换插头，有无？这物件拢有吼。啊，这拢爱洗到海湾，啊，内底嘛，甲你讲足清楚吼，就用这个纸拢甲你写。假使你若碰见的时阵，转换插头一粒，你啊赔150块台币。啊，那迄个头灯一粒爱赔100块，啊，那迄只爱赔3000块。啊，你讲啊，要了啥哩？你啊，只酷型拢要叫人讲着赔赔赔，因为咱为公仔先较好吼。啊，若碰见，咱就照起刚刚来赔。因为你若一只小蜜蜂碰见，你赔3000块，阮一只爱了170块。一只3000，特别200块，所以你唔好碰。但是伊个头灯有一个办法，就是讲，因为咱这个团有40几个啦，吼，啊，这个柏林兄你拢知吼，就是我叫柏林吼，啊，恁的郑医师是我的二哥吼，啊，你拢知我拢差一岁，所以你会知讲我几岁。啊，你若有贴心吼，你有一个办法咧，大家尾仔要转来时，迄个头灯装拢卖高。啊！你个内底拢藏100块，我继续轻的吼。这是这边我拄带，我带伊个110个人，有2台车吼。我一挂韩国一个领队，伊去做这个动作，我才学着的。讲哦，佫有这招哦，就讲大家讲啊，你遐可怜，爱炸济，无阮甲你斗叫轻者吼。啊，头灯有路用，讲这下头灯真好用，讲你暗时咧困的时候，你的枕边人吼，你要休困，啊，你佫想要读圣经。所以头灯就好。哦，啊，咱个信仰，我娘本来拢就爱读圣经，所以这是真好的迄个机会吼。后来物件拢看好了，即摆来看这吼，咱即摆用一点仔时间要甲这两张十一住行讲，十一住行拢会甲咱提醒，拢写伫内底。但是呢，你若无时间，今仔讲无了，万免烦恼。你到今仔要出门，还阁真久个。你想到的时阵，你敲电话给阮。进来店嘛，阮的迄个头家吼，咱内底有真侪人拢熟悉，叫郑德兄，伊嘛真老疼阮这员工，所以拢体谅阮讲，那恁若有问题，休困时啊，吼上班就敲公司，啊若休困时啊，你敲电话接，哦，所以伊才有特别留意电话，我下班拢接，唔接阮吼，哦，就好。来，咱头一下，咱先看这内底吼，咱这个团体呢嘛有一个。有一个人奉献讲要予咱有一个游览车会当接送，所以请咱拢大家来享受吼。安怎甲你载去机场？啊，十几工了，完了，搁甲你送倒转来。所以你若是拢歪坐，后摆愈来愈无人要坐上，后摆阮就无人要奉献这个车主啊吼。所以这边希望大家当休息。做伙坐，做伙去，做伙回来较好吼。所以时间就是啥？就是迄个咱是4月15礼拜日下午4:50到会门口集合，5点准时开车。吼，啊你若超过时间，你有家己去拼去停车去迄个第二航厦吼。啊，咱第二航厦安怎集合？啊，控一张图，因为常常咧集合，有人伫门口伫内底，啊，所以即马甲你创一张图，你着照迄图去遐集合就好吼。啊，会记咧，甲你的大卡行李，拢有迄个行李绑带创咧，咱着拢会切较好切。啊，咱若要做伙坐车着较简单吼。那么恁这个下底只有一个头一页的上下底，敢若有一项注意的讲，有一个牌子吼。韩国迄个牌子袂使用吼，迄个爆炸伊个袂使炸，干那这条规定尔。咱变过请人来看食物这边开始吼，为食衣住行开始来讲。头一个就是咱伫迄个所在时吼，第四项，
食中昼的时间，定定拢会较慢，无一定吼，而且适当的餐厅甲伊个配合参观，所以有咱知者吼。那么过来就是第五点，早晚拢伫饭店大部分，所以请注意讲，宣布迄个规定无规定，有饭店有规定讲，你都一定要坐到一区，啊有无吼，咱拢会甲咱讲，所以咱要注意点。所以每摆来去饭店，请大家要有一点耐心，咱真紧甲房间部分互咱以后来做真紧的说明吼。当然，咱还佫有一个办法，就讲即摆拢太方便了，所以呢，若有要去的人，拢有加入群组，所以阮拢会伫群组内底佫甲一寡注意事项放伫遐。规一个领队的房间几号，伊拢看会到。啊，房间免呾拍，嘛拢会甲你讲 ，WiFi、password 拢甲你讲，啊，几点食饭拢真清楚吼。所以，即请有一点仔耐心就使吼。佫来连服装的部分。原则上，咱那个英国教会已经足巧伫遐咧开始咧创队伍啊，拢创短袖的，就是安尼去，这边去天气真好，穿短袖对当吼。但是还有一个外套，因为每一个人对寒热的感受无同款，所以你爱家己有一个外套。哦，啊，迄个外套的先就是你穿外套，你欢喜就好。你家己欢喜就好，家己看温度啦，家己看温度吼，你就去上网起来，然后有一个互你去看。在你出门的前十天，你去试试的吼，啊，你就知影即摆温度啥物款。内底有两位较顶一点点啊，头一个耶路撒冷，吼，因为是二顶，所以耶路撒冷较顶一点嘛。第二就是西奈山，吼，西奈山因为爬遐尼悬的所在，有较顶啊，但即两样呢，小可较顶一点嘛吼。过来住宿，咱的住宿的资料内底吼，拢真 OK， 就是第五啦。第五，卖穿浅拖入去食饭，安就好。啊，会使穿凉鞋吼，你穿凉鞋话，就是讲简单讲，卖穿迄个蓝白拖啦。吼，卖穿蓝白拖走入去食饭，那安尼就足歹势，因为蓝白拖大家拢知是台湾的吼，所以你若讲穿蓝白拖，人讲啊，你台湾来只无品吼。因为即卖咱一直你咧，咱的品一直足好，去到遐咱大家拢知，摕台湾护照拢足好吼。啊，因为对换甲咱比起来，差咱太侪哦。但你若穿蓝白拖，就去甲因谈关系哦。所以，干这点较注意些咧吼。过来就是讲，这个你去时游泳池若无开，有开无开，爱边看，去到遐才知影吼。啊，若伫迄个红海遐的情形，日头若出来，就会使去深水哦。所以恁家己看伊。啊，然后当然服装内底有讲，你一定爱穿袖水衫裤，因为你要喜爱深水哦。啊，无输你个 size 是 L， 哦，你穿 L 标准，即是安尼嘛？无输伊即款就讲标准的身材，人请穿 L。啊，人我郑医师，我穿 XL。咱即个交通吼，咱即段是安尼有一项较特别的，因为咱人有淡薄仔较侪吼，啊，旅行社无介入恁的坐游览车的迄个特殊，所以请恁家己。我定恁有分，我唔知恁有分组要怎轮播吼。啊，若无就一个办法，就讲你若会惊晕车，还是讲什么情况，你只有刚刚有两个办法。头一办法就讲你比别人较早到位去抢位。第二办法你去人拜托，你比别人较早较晚到，啊，你人拜托我会晕车，我甲你换位吼。因为你爱甲讲讲，因为你经过祈祷了，你才知影迄位袂晕车。会晕车袂晕车，上界好的位是伫倒位啊？车的上中前轮后轮中，伊安怎弯拢你拢袂晕，迄才对。是头前坐，头前轮后边轮，迄搭拢会晕，拢较会对。所以上界晕车就是司机后面去排，去排就是互领队甲队友坐吼，然后去头仔顾我去。啊，恁拢开钱，所以恁爱坐后面一点吼。来，第五点，爱大家爱休息间。哦，爱休息间，我唔知咱迄、那个因为教会敢若古早拢有定一个办法，就讲来迟到都爱藏一箍美金的款像，啊，啥物藏藏，怎要去买衫？我建议吼，后个月因为人太侪，所以每摆若是迟到时吼，咱卖藏一箍，咱改做5美金。哦，一分钟，你若迟到一分钟，请你改藏5美金，啊，到咱。太济人是，毋是靠领队哦吼，我等拢讲讲领队要提进去哦。恁真正爱大家休息间，迄个时间就要紧，咱每天跟时间赛跑吼，所以请咱来休息间。
来，即摆咱看第二章的迄、那个第五开始参观，即、這个参观内底有几项较特别的种，较特殊，所以拢写着。头一个就是要去行西溪加水道，第二要爬西奈山，第三去西奈深水，第四无啥，就是要去彼得拉，你要叫用个彼得拉参观，到底要骑马啊，安怎骑马？这有四个所在爱讲着哦。西溪加水道拢甲你讲啊，写足清楚，卖阁问我吼，讲啊，迄水偌深？那超过七十公尺，伊就袂使开放，所以上界深是68公分。啊，外深诶，应该着，你去到遐你就知，你会感谢主公哦。好个在五华禅前郑医师遐大汉，我平常滴弄着头发弄着弄着吼，啊嘛袂讲禅前讲安那讲哦，我奈遐大颗拢拄啊好，搁较大颗拢软会过吼，所以讲无要紧。啊，水外深，就是我大概啊，差不多是。头前迄几步较深一点嘛吼，啊，到尾也要行较深，外深就是差不多到我的迄、那个差不多到我的大腿下底一点啊。啊，因为我是有过年脚尾啊，所以恁也无好心啊。有人就是问，要紧就问我，啊，内裤会澹无？我也知，唔知吼，因为每个人的习惯唔知吼。但是去食，要去行西溪加水道，袂使穿纸尿裤啊，就对了。来，你用暗暝摸吼，十一时暗暝摸，所以你一定要用头灯哦，哈。过来西海呢，咱住伫西海的饭店伫玉潭，有家己的迄个海滩，所以足轻松，你用足轻松。那么伫遐要用真充分的时间，互你帮咱去省水。但是省西海的水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讲爱有招伴，袂使家己哦，大家爱做伙去吼。啊，然后大家互相帮忙，啊，互相帮忙翕相，啊，会去炸招伴，还是炸自由时报去翕相，袂使住西海浸上久。哦，因为你若浸伤久，迄、那个海水伤咸的，迄、那个比重的关系，你若真正唔听我讲，你生活你会变做迄个木乃伊，还是咸鱼啊干，真的哦。所以叫浸泉来好健身迄落哈，迄是人去体会，唔是受水哦哈，是去深水去体验讲，那这样遮奇怪，上帝创造真的足奇怪，啊，都我只大裤也袂沉，啊，我只衫也袂沉，啊，拢浮起来哈。刚刚就是讲，你是只用坐啦。像咱坐咧看报纸安尼吼，做啥话就看到，啊，头发拢袂使入去水，啊，搁一个就讲你唔好，迄条绷得太紧。你想，你甲想象，那一支手啊，一支电话条啊，伫水内底会滚，会滚动嘛，对无？啊，你若有手搁脚，甲咱手机手诶，甲窗户开啊，就知啊。啊，所以你着台风啊，一个手拍开啊，着足好。啊，袂使受水吼，干来会使轻轻啊过一过一，啊，着当点动吼。爱照搬行吼。啊，咱用咱家己伫家己的饭店内底吼，所以足方便。大条棍啊嘛，拢免为下间摕去，去海墘啊遐拢有吼。你免为家己房间摕去，啊，毋免伫边啊拢有咧照。西奈山，伊爬西奈山咧，哦，对啊，迄个溪溪加水都袂记讲，你无一定爱去行。哈，溪溪加水倒是啊，迷雾啊是潦水啊，你不一定爱行。你若爱行是溪溪加水倒是即马才2700年前啦，听。你行搁较早，加拿大人时期的迄个水道搭的，哇，你讲搁较好吼、哦。所以你家己决定，即、這个行水道甲爬山来山，拢甲地球无关系，所以唔免做一定勉强吼。啊，爬山来山是安尼，爬山来山是咱这边的迄个经验是较特殊，咱要爬一个半暝啊。就是讲点半 morning call， 啊一点四十分啊就集合，啊就当啉一杯小的咖啡，啊就开始爬去爬西奈山。哦，啊爬西奈山的时阵，暗暝摸，暗暝摸看满天星。啊，你差不多爬了回来的时阵呢，差不多是8点左右吼，差不多8点吃早餐。啊，吃早餐了呢，因为即摆去西奈山拢有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咱咧10:45集合，11点开车，11:45开车，11点过接驳的，啊，就搁转来红海安尼吼。所以这是咧爬西奈山。那么爬西奈山的时候呢，就是有人来讲讲，啊，会足忝无？啊，会安怎？迄种真侪吼，因为一忝无十几忝，因咱拢饲了几啊无咧运动啦，啊，所以本来爬完就会喘。啊，所以呢，建议就是大家拢坐骆驼，较辛苦一段，互骆驼给咱载吼。啊，坐骆驼一转。15块，那写一抓，就是讲叫你一抓就好。
一路拄去行路落来，莫讲想讲哇，一路拄袂歹，我要过一路倒落来，你思考你就知哦。特别是这个兄弟吼，你若落看一个看两个，袂使怪我哦。这唔通哦，一定在行路落来，一转二五块，你讲啊那遐贵钱，我是比起无吼，等于七百几块，因为我那遐贵，你去你会知，你会感觉接受。坐遐久吼，啊，一个人甲你牵，啊，牵去伊搁在闹空，车搁牵倒落来，安尼才二十五块尔，啊，搁坐偌久？坐差不多点外钟久，七十分到点半钟久，坐甲脚酸病病才二十五块尔，会好啦。啊，你内底够钱无？恁即阵去吼，定拢有人讲，哎呀，要定来啉水，啊，便所方便，便所当然是真方便，到处拢有人吼，定拢会，啊，嘛拢真清洁，嘛不一定讲拢爱付钱吼，有所在爱付钱，啊，有袂免嘛，啊，特别是上届垃圾是咱山上贵吼，上届垃圾啊，搁爱花一块美金，花咧上贵，剩咧变，剩咧差不多一块美金，用咧两个人。人上厕所，那需要的时阵哦，啊，这嘛是一个机会。你连台湾无啥机会，讲请人放尿哦，所以你起来才请。要需要，你来来来来，我请你放尿哦，两块四，安尼偌好。你到台湾要请人，无人咧同你做你放尿。最后这个消费，恁的消费拢包在内底啊，哦，就是讲该当有的拢付，啊，但是有。一个无就是迄个枕头钱吼，枕头钱迄是甲迄个甲咱拼衫那个洗头下，一个人一块，然后两块，一工一工安尼囥，啊，养成一个习惯，暗时要困就甲囥好好，囥咧倒电话迄台啊，较袂讲明仔载伊讲要开车才发讲，哎，小等下我一块袂记囥啊，到底是要早点囥吗？就做麻烦，所以暗时养成一个习惯吼。所以咱有一个还袂讲到，即个钱有一个钱啊无包的，就是你若去比特拉。你要坐马是骑马啊？咱比特拉的门票是真贵哦，吼，五十个约旦钱等于七十五块美金，75块美金，两千几块要去看比特拉吼。但是呢，伊迄个比特拉伊的马会用骑马吼，敢若800公尺尔，啊，迄马的钱嘛伫内底。但是咱是建议讲要去时，大家拢莫骑马啊，大家做伙行800公尺，哪翕相，搁哪刷屏。但是最后结束伫内底时出来自由的时，你家己行到遐，你想要骑马，你出去去骑。但是骑马爱消费，爱消费哦，钱面啊，但你爱付小费。啊，小费偌济呢？大概啊，即个800公尺哦，大概是差不多5块美金，大约5块美金。因为约旦钱比以色列这个美金较大哦，一块约旦钱叫做约旦地纳，约旦地纳，地纳哦，地纳钱哦。一个约旦地纳等于美金1.5，伊若一块美金1.5，所以较大伊吼。所以你看伊迄个门票50块就是75块，吼，50地纳75块5块美金。那么迄个付消费时呢，伊讲地纳讲美金，还是讲伫约旦拢问我清楚，吼，莫伫遐吃亏，先讲好，咱才进。啊，你要骑马的时呢，先讲偌济钱，消费偌济，问好。啊！你着甲讲，你甲摇头，喂，5块美金，你海头，你搁行，行搁行3步，着变4块；，搁行10步，啊，无了变3块，安尼吼。所以你家己小心来，看你的决定。啊，搁行，你搁行，已经行50公尺，剩700公尺，你着，拢家己行一块嘛，免互伊啊吼。你家己决定。搁一项，即、這个坐马的时阵吼，是伊用人甲你牵，慢慢仔行。安尼的时阵是4块5块美金。啊！伊甲你问，你要行较紧无？敢若安那无劳伦斯无？啊！你讲好啊，我袂歹啊，我无靠较行紧。结果本来是差不多5分钟，变做3分钟就到位。安尼已经上少10块美金，15块、20块拢有哦，在伊花，所以唔通。咱无讲要行紧，伊若讲要，你讲 no， 慢慢，你要慢慢靠啊就好啊。会记得你若要行，你若要行较紧，才会付较侪钱哦。咱起时时差是5点钟哦。那个电力迄个有关的，哈 ，WiFi 伫迄个所在，以色列的车店、饭店拢有 WiFi， 无一定拢真好，啊，但是拢有。约旦拢无，饭店有，车拢无。西奈车有，饭店敢大厅有，西奈山顶拢无。哦，啊，那迄个西奈山的迄、那个。车顶的 WiFi 呢是有，仅供参考用，拢听袂到。啊，但是有 WiFi 吗？啊，无
知影吼，说会记咧。但是有一项，一般，即帮是恁较歹运啦。听讲恁要叫摩西穿吼，摩西伫车顶，若恁问 WiFi 要怎，迄个管也直接讲过去吼。无爱听我讲，要听什么 WiFi？ 袂使伫车顶，袂使问 WiFi 哦吼。有啊，但是袂使问啊。好，来即、這个最后变过吼，咱变过看其他注意事项吼。咱这边的迄个是招三个国家吼，啊，所以咱有一个，就是讲咱行李有一个行李绑带，请咱同配合，就是讲每摆若要房间要刷饭店，要刷饭店的时阵呢，拢袂甲你讲啊，恁来车边看家己的行李，唔免，啊，即款较辛苦的代志，拢总交领队负责就好。我会用名单去甲你瞄瞄瞄瞄，但是一个人一卡大卡行李，你袂使讲我阁有细卡，我阁有手牌、手杆，啥物拢拢要提提出来。我歹算嘛，所以我干阿要算讲，咱有46个人，46卡对唔对？安尼尔，你出咧你手杆、相机啦，啥物遐变怎？你家己提去车边，你家己食饱，你要上车时你才载去。啊，你讲我歹囥，我座位要囥一块一双 A。时到，咱再搁请司机拍飞，咱再扛落去，行李安尼扛落去。但是要切过时，拢要干一卡尔吼，请咱会记得大家配合一下吼。过来就用一款贵重的物件，啥物会使扛托运，啥物袂使扛托运，拢伫即内底拢有写足清楚，即个真侪规定吼。啊，你讲也袂好讲啦，包括阮即摆自拍棒到底会使袂使啊？行动电源呢？锂电池，这拢是随身。啊，一般的电池，因为咱这边有爱有迄个小蜜蜂啊，搁有迄个头灯，这电池恁爱家己传，吼、哦，录音车无甲你传电池，啊，迄款电池你得会使放托运，嘛会使放随身，迄无一定拢在你吼、哦，所以有啥物规定，家己看清楚，啊，特别是药品的物件，你都爱家己拢查，因为你有当下行李得。一飞机塞来塞去，无定送啊无去吼，行李无去。啊，你若讲我所有心脏药啊拢去啊，啊变乱就害啊。所以，迄款物件药啊拢爱放随身。等啊到你摕着行李以后，你才会使放到你的随身行李，甲放托运啊，你才会使吼。那么，过来就是，到底行李的重量嘛拢有规定嘛？咱是坐土耳其航空是30公斤啊，30公斤的迄个托运的迄个大卡，所以你真放心。但是你无出门就已经30啊吼，拜托拜托。哦，你去还阁买物件吼，所以个人资料、个人单，无讲只甲你写遮尔济物件，通买我拢嘛你叫我买遐济啊，再超重超重拢爱付钱吼，所以家己记。有伫啥物所在买啥物物件，写嘛写足清楚。咱个人听拢不爱看，啊去到遐才学袂问。去到店下才问讲，即、這个无人兄，你讲的迄个杀蚊子遮买少？我来讲，你安怎问我拢会点头，因为我摇头，迄店下讲，人要买你来摇头。虽然咱讲单位伊嘛听有，哦，所以拜托，啥物物件伫倒买，咱拢会甲咱讲。嘛会讲，我今仔日有要写篇啥物啊？你家己先准备，家己想好，吼、啊，无去到遐才学袂问吼。过、啊、来，咱借来遐物件吼，咱安怎囥拢有特别讲哦吼。第13，咱为医生里面一支药单先搁一夹小蜜蜂收起来，干来一只小蜜蜂，哦，啊，剩的你还佫继续扎，头灯遐拢还可以，但小蜜蜂袂使扎入去药单，所以迄阵啊就。你收起，我咧寄伫以色列或后面迄个团体来替我提回来安尼吼，所以即个下内底第13条是较特别的，互你知一下吼。那么第十五就是讲，咱这边解决，咱当咱一批以色列有真侪人咧烦恼，讲我的护照顶啊，我互人登印啊，偌啥，即爿人伊拢改，无要甲你登印啊。即爿换你护照要登印啊，你要去申请。伊不爱甲你等哦，所以伊会创啥？就是用迄个护照扫描出来一张敢若身份证，即款物件照出来吼。你一个是水蓝色，你离开印出来是粉红色，而且做纪念。特别迄张水蓝色的，一定爱留好。就是讲伊迄是安怎？因为你若万一伫困难买物件、买遐西安化妆品种种，超过100美金就会使退税。啊，所以爱有一张吼，爱办退税先爱。啊，要办退税变哪种，拢会思考会甲你帮忙。哦，啊，所以，用简单甲遮物件，食衣住行拢介绍，恁的手册内底嘛有，这张嘛有，所以若有问题的时阵，恁会用个敲电话。即摆有问题要问无？无，但拢巴肚枵啊吼，感谢主。
讲了遮清楚吼，是无？啊，无拍遮无啊，有无？唔清楚。好，谢谢谢谢。安尼就是，那有啥物问题？过去呗，你对对对，好，来，像有一个问题替咱问的哈，就是讲咱逐天拢早暗拢在烹饪食饭哈，啊中昼拢在路参观到处食饭，但若只有一暗较特别，就是要去为着要爬西奈山，要爬西奈山是安尼，迄天迄个西奈山爬一个行程嘛，爬西奈山头尾加加起来六点钟久，哦，至少要六个钟头，就是讲对开始为饭店。出发十分钟就到停车场，啊，就开始行路，安全检查了，行路啊，就去坐骆驼哈。啊，坐骆驼开始坐骆驼，那就是泡在半暝两点对无？你著加三，就是五点。五点是不管你行到倒，拢开始往回走，往回走。你不管你有爬宫顶无宫顶，不管行到倒，就开始时间到，就是往回走。所以呢，八点就所有人拢已经回来到位啊。上解慢，上解慢，八点咱就开车，啊，就等于饭店八点十分，就去餐厅食早顿。哦，迄天就食早顿。佮一项，咱无讲着讲，咱即阵伫迄个所在呢，啊，每一天每一个人会分一罐瓶装水互伊。哦，瓶装水，当然袂像台湾顶摆咧讲迄个瓶装水拢啊垃圾，袂用，咱咧拢真好个瓶装水哦。一人一罐，绝对无够，你还阁买，你才肯去买。伫以色列有两个办法，头一个办法，咱大朋友拢真蛮不错吼、哦，所以伫迄个所在，你家己行水，家己到旁边行，家己装一罐迄个炸一罐，即摆迄个保温瓶，家己炸吼、哦。第二就是你伫即个集合一个所在，看到水龙头，你就去装，家己以色列的水拢会使啉。吼、哦，你若惊，你就唔敢啉。因为你若心内讲感觉呢，你焦急，你影响着门诊医生，影响你的肠胃，啊，啉了就愈想愈怪，愈想愈怪吼，所以就卖。你若唔，无关系，你就卖。啊，若袂当啉的水，迄、那个水龙头迄、那个所在，也讲这个水袂使啉，这是以色列吼。那么你若去到西奈山的时候，西奈半岛这边遮到埃及，咱是变作一缸两罐水。中昼、暗顿、中昼、暗顿嘛，一天互你加一罐水，因为伊个水较少。啊，约旦的时阵是可能一天一罐水吼，但是食饭的时阵拢油罐拢点用水，所以大家唔好烦恼水，哦，水你做起来啉，啊嘛唔好烦恼讲啉了啊变瘦，嘛免烦恼吼。所以健康较要紧，你著该当爱啉，甚至伫迄款所在时爱食真好个物件叫橄榄。哦，咱今仔日嘛有咧唱歌嘛，讲到橄榄，迄橄榄是真好个物件。伫迄款所在，因为以色列迄个石灰质较重，所以你爱去食橄榄去综合吼。佮食伊个油脂佮伊个养分会帮助咱身体较有精神。啊，水分若无够，我拢知影。坐车，我若外头咧看，你若咧打哈欠，你就是拢水分无够吼。毋是讲无咧认真听，是你的疲倦是安尼啦。哦，佮有啥问题？来，搁替你问问题，讲有需要怎拐杖无？有无？看你啊，你家己平常时都唔免举拐杖，你是要去遐什么举拐杖？你会足奇怪，你袂晓行路，所以唔免。啊，你若平常时有咧举拐杖，你去遐嘛是遐拐杖，你就扎。啊，搁一项用，啊，我若要爬山咧，所以今日手无力要用拐杖，会使无？会，迄个所在有拐杖，啊，一箍唔免。恁这团的所谓的拐杖，若伫个山内山要爬拐杖时，迄、那个郑医师甲恁出，免钱啊。啊，还有问题无？好，来。要不要带吹风机？你是要吹什么？吹自己吗？吹头发。哦，吹自己的头发哈、哦。来，咱大个饭店内底哈，差不多拢有干啦，西南山遐无。啊，西南山遐你呐，家己扎吹风机嘛，不会当吹。差不多吹无差的哈。马进来，开玩笑。不用带吹风机哈，吹风机无家己载，因为你摆一个机啊机的电都无同款。佮一项就是讲你地下拢有，啊那无吹风机的需要的时阵来借，咱来借哦，先来山来借。
啊，若真正佫无信哦，迄天摩西才佮神佫托恁笨，佮你笨呢。好了，佫问题吗？嗨。来，传道哥替你问一个问题哦。你是半暝啊爬山，啊所以你拢没有睡觉。啊，你迄、那个食饱到外久就拢在遐，你就开始睏啊，对吧？你闲看，你暗时食暗饱，你搁睏啊，所以你刚刚头尾刚刚已经超过七八点钟啊。你爬山前你已经有七八点钟，搁落去讲你爬山了时阵吼，食饱了，为迄个新的山开倒落来时，你拢在睏。你困到，因为整个的西南半岛拢有交通的管制，几点到几点，几点到几点才会使。所以伊每间为山顶放迄个团体落来时，拢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咱若买，就是会去影响到咱的行程。若无就是看有啥物事讲，咱要带迄个西南的加大一加大一暗嘛吼，啊莫去开路，安尼时咱要爬几点拢会使。不得已，咱就要做调整哦，配合迄个团队。啊，但是咱今物甲咱创这个时间来讲先，嘛已经是真 OK 哦，会用真轻松，无啥物压力，无啥物压力哦。包括讲咱伫西南山，大家拢知影讲迄个所在，即撮干阿伫迄个所在，会当去买着真好哦，有一款纪念品，叫做金莲拿的香油。咱的华语圣经讲真拿达香膏，台语讲真的拿达香油，所以你才想啊，原来的香油翻译较准哦，精油啊，所以香油哦，伫遐买会着。你嘛有时间，因咱伫西南山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哦，而且咱真轻松。那么爬半暝啊，的最大好处就是讲，你能去看到满天星哦，看到满天星，看到上帝创造的这个大自然的水。哎，妈妈，你爬到山顶的时无听，你拢还阁唔知。等下天安咧光的时阵，才讲，哎呦，安尼的，我的脚的边啊，无一个人倒伫遐咧困哦，有一个人去扎睡袋去啊哦。好，阁有啊？哎，你巴肚还袂枵吗？对啊。嘿哦，人你巴肚枵吼，来。西南山的关都蛮高哈，因为我高山镇比较低。西南山的山的高度，比这个台湾像2000多。2284公尺高哈，2284。但是你停车场是已经是海拔1500，所以你爬山无遗憾，才700几年哦，不稀奇。没有多，是干因为咱拢饲条龟，平常时无咧运动，所以雄雄背较夹是咧，会喘会喘安尼尔吼。你讲落山多少？啊？700公尺而已。啊，你背干那背迄个几百个骑那尔啦，没有什么，很轻松的。恁会当雄雄唱，我遮尔迄个烂尾人，会当背汉嘴拜哦。爬超过70-80以上的人，所以你就知道我拢搁转来啊，所以无问题，大家嘛拢爬得起哦。时间拢起码迄个国家无爱我爬尔，因为我爬上一摆袂使搁爬。同款，因为你去上一摆，所以伊就无爱我爬。伊想你奇怪，你定定咧爬啊一摆是咧创啊？实际有什么阴谋？所以无爱我爬。来，搁有啥问题？好，那无哈，即卖有一个地方真要紧的，要收恁的护照哦，恁请恁到组长，啊，组长拜托，每一组组长替我看一下，就是伊的护照有签名无哈，那有再个收无签名，请伊紧签名，哦，等你到组。